现在你所看到的湖南省富达日化设备厂生产的每小时0.5到1吨的洗衣粉生产线，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，现将有关部件介绍如下。这是自动加料机，它的作用是将各种粉体原料自动输送到主机。这是主机工作平台，半成品输送线，控制台，这里是颗粒成型机，它的主要作用是将不规则的块状物料形成规则的产品。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，我们现在进行产品的试验过程，请工作人员将原料导入自动加料机。首先打开加料仓上盖，将原料导入，然后请工作人员打开提升机开关，各种原料按照一定的比例配置好后，通过自动加料机加入主机。好，请工作人员将加料仓返回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启主机进行生产。请工作人员打开颗粒成型机的面板，打开颗粒成型机，啊，打开颗粒成型机。请工作人员打开输料机，打开颗粒成型机，颗粒成型机，然后开始排料。